皇上，皇上，要生了！他进去多久了？约两个时辰了。朕问你，这听人说生孩子比生产还刀伤痛十倍，此话当真？微臣认为是20倍。啊！太他妈疼了，还要几百回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使劲儿！娘娘，娘娘，你用力！娘娘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？ 你受苦了。你生产的前一刻，屋子里没生了，令朕着实担心。生了皇子，你爱侄的那些孙，也算没白吃。生男生女，对我来说都一样，只要健康就好。你接孩子了吗？ 眉眼很像你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眉眼像你，生出来还得带他去韩国整容。你这些胡言乱语，可千万别交给孩子。